在越变越快的节奏中，心静如初生，很不容易。我觉得在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保持专注和激情，经过日复一日试炼的初心，让自己变得坚韧而光滑。匠人精神对于我来说，就是追求极致与坚守本心，对精品有着坚持和追求。这样的精神也会激励着我们，在各自的领域里去尝试各种各样更多的可能性，不断地去提升自己。对于我来说，真是自身的一种真挚、真诚与真实，是在工作时的谦逊态度，也是追求进步时的一种渴望和坚定。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前行道路上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一份真挚，做好自己。光就是源自于自己的梦想，那一份源于以心为梦、与真同行的坚定信念，在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的同时，也引领着自己走向更好的未来。